片嘅有形新主义绿色美德推广活动，我哋掌声欢迎金沙中国有限公司餐饮营运高级副总裁高引航先生。I'd particularly like to thank Macau Government Tourism Office. We have introduced back in September a permanent Green Monday program in our staff restaurants for 28,000 staff, encouraging them to live healthier and adopt a plant-based diet more often.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马上有请 Green Monday 创办人 David 和你讲几句说话。 David 是吃素的，但他呢第一很关心环保，第二他也知道这个是一个国际的一个大的 trend 的，所以其实呢我们都看到就是澳门的 interest 在这件事其实是越来越高。好了，等一下我们很快就会揭晓我们的 Aussie Burger。 再一次麻烦你 Thank you， 给掌声给 David 先生，请坐坐。好素食的麦杯姐和非常注重健康的陈贝儿小姐，掌声有请 Janice Walker。 其实我都真的素到这世界咁乱嘅，我都会食素。我是由温哥华开始啦，温哥华开始读书读大学的时候开始啦，全素咁对。系啊，我例子嚟到澳门做嘢或者嚟玩咧，都系会比较容易啦，同埋系更加多嘅朋友可以一起都系进入呢进行呢一个嘅素食嘅行列咯。多谢掌声，唔该 Janice， 咁多谢你留步，我哋一边可以进行我哋呢个节目嘅食物版。3, 2, and 1。我試過用很多個原料啦，咁我發覺粉子咧個效果好好，所以我會揀10% 嘅粉子膠。咁基本就好簡單啫喎，好簡單，就咁樣玩嘅喎。啊，我邊嘅人想食個豬扒包都會享受。我恨咗好耐啊，真係，我而家聞到都已經有啲好香，真係好香。不如而家食嘅啫嘛，你買唔買就得。冇問題。OK 啊。OK， 非常好。哇！首先由 Omnipork 做出一个澳门最招牌的猪扒包，而可以制造一个纯素 vegan 的 version，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破天荒而且真的很 iconic 的一件事。今次很开心 Green Monday 和金沙整个集团，包括在员工的28,000人的饭堂和14间餐厅去推出全新的素食选择，我觉得今次是可能是 Green Monday 有史以来和一个企业合作最大的一个合作的一个计划来的。咁亦都將呢個 green 嘅風氣正式引入去澳門，咁希望更多人加入呢個 go green 行列。今日好開心啦，嚟到澳門。其實我之前咧都會成日嚟澳門做嘢或者玩嘅，不過對於素食者嚟講咧，要喺呢度找素啊，即係揾素食咧，其實就真係要花多啲心機嘅。咁但係咧，而家咧就好開心。我今日咧啱啱亦都係試咗呢度全新嘅新豬扒包啊，嚇係一個好有澳門特色嘅美食啦，亦都係一個素食版一個改良版。咁所以咧，大家嚟到澳門嘅時候咧，更加可以係除咗品嚐到澳門美食之外咧，更加可以係食得健康啦，同埋係愛地球、愛動物。